这个是国中组的指定曲金调，我们之前曾经录过金调的教学，那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前面的影片。那金调的话呢，演奏上注意几个特点啦，什么特点呢？拜托大家去听听戏吧，去听听竹山起介或是听听流水版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锣鼓点，你要会听锣鼓点。哒哒唱，哒个当滴当当滴哒滴哒，要会听锣鼓点，你就会演得起来比较有戏。那在演奏上的要注意什么呢？Ray 的滑音之前讲过了，好，再来比较特殊，因为模仿唱腔，所以它会有点嗯嗯，还有一些滑音它会有点扭啊，不是单纯的一个滑音 ，so mi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咿呀咿呀，有点像那个弧形嗯嗯嗯这种感觉。再来嘞，注意一下发的音准。这个是在金调要注意的几个演奏上的一个重点。